侬好，我是老鸭说。这里是北海道的函馆，刚刚逛完了函馆特拉皮斯汀女子修道院，现在正走在修道院旁边的市民之森公园。看地图，觉得特拉皮斯汀女子修道院离函馆空港比较近，所以打算徒步去空港看看。先要穿过这个市民之森公园，到高速路的那头。其实看地图是很近，但是真的徒步去的话，特拉皮斯汀女子修道院离空港还是有点距离的，所以除非您是很喜欢这样的徒步，在炎炎夏日中或大雪纷飞路面积雪的情况下，真的不推荐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。